为什么说林哥适合看别人玩，不适合自己玩？兄弟们知道了吧？你们能做到这样吗？我自己都承认我做不到，我前面三个赛季都是挨揍的，人家已经开始打六边形了。林克老顽童林克号是一个三赛季的玩家，三赛季的林克啊，有一对三红的张飞桃园，带的是青勇落凤纵兵圣器暂避陷阵，可以说除了一个横扫千军之外啊，技能也就算是非常的合理了，而且他还开了红兵书。三赛季林克开红兵书是个什么概念？二队的话是一个三世甲许，有象兵、强国鲁莽、当兵五，技能也算很合理，但是这队的话伤害略有不足啊。这个香香的话强国鲁莽的发挥也不是很稳定，但是组合非常好嘛，组合已经非常好。这两队为主力啊，但是这个林克我说实话这个运气真好。哎呦，还有王毅、周瑜，后面应该还有一队啊，果然还有一队周瑜、王毅、朱俊公，非常好，夺魂烽火坐孤坟营加上御敌和整装，哎，漂亮，太棒了啊，太棒了。还有对周王公，哎呀，这个林克不得了啊，这个三赛季这个林克也可以说是横着走了。来整体看一下，桃园蜀盾魏国贾诩王毅这两个值钱啊，司马懿也不错啊，这都是限定武将，司马还有贾诩这都是限定武将，很好的，前面有一张到了 PKG 很好混。然后周瑜啊，这个神周瑜现在也是非常的强，群雄有一个吕布啊，漂亮。看一眼技能，风狮三世兵种还是只有四个啊，然后有士别，有兵无，有魅惑，有当风啊，这个好东西，风柱火势夺魂啊，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了。然后圣器有，暂避有，奇迹有，整装待发也算够用了。看一眼大宝贝啊，哎呦不错，五圣两个妖气，闪躲精神沉重踩踏，装备不错。三赛季的林克这个装备的话很强，很多很多的玩家其实前期是不打野的。哎呦还有呢，幽影忍让荆棘精神特技真多啊，这才三赛季的林克这么多特技，哎呦厉害了啊兄弟们。看看这个不老不克老顽童，三赛季的林克这个六维啊，除了战功之外其他的可以说都是拉到极致了，想拉满都是可以拉满的，而且历史赛季也是非常的稳定啊，就是说从头到尾这个战功都是非常的高的。为什么说林克适合看别人玩不适合自己玩，兄弟们知道了吧？你们能做到这样吗？我自己都承认我做不到，我前面三个赛季都是挨揍的，人家已经开始打六边形了。